餐，慢慢享用这道甜菜。加油！没关系，你很棒哎，我们再等下次。嗨，大家好。先谢谢各位昨天在电视或者是直播上关注我的比赛，为我加油打气，谢谢大家。那很开心能够为台湾柔道拿下第一面奥运银牌。那其实自己的目标是金牌，心里虽然会有些遗憾，但是我觉得这会是我前进2024巴黎奥运的动力之一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柔道，然后为台湾柔道选手加油。我是帅哥，我是帅哥，我人第二，照顾到第一。分享 TVBS News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